嘉玲，有些话想跟你说。谢谢你的出现，才让我这个眼里只有数字的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。如果真的要用数字表达的话，那我是9，你是3，因为我除了你还是你。我不会问你要不要嫁给我，我会问你愿意让我成为你的老公吗？